下来今天出现神秘的主持人，从背影来判断的话，到底是演艺圈的哪一位名主持人呢？哪一个主持人这么小啊？这也太难猜了吧？谁啊？奇怪，怎么会有身材这个样子的主持人？你知道他来头很大哎，因为他的名字跟康熙皇帝一样，我们才把他请来的。我们欢迎玄烨先生。我跟你讲 ，S， 小小兵今天在烦恼。我知道，在录影前他已经在闹了。因为我觉得观众看也知道，他不想做我们两组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位置排在另外一边呢。我们放眼望去，他的美好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那边哦。对，在阿宝的。不是啊，这边有，因为这边有蝴蝶姐姐啊。是蝴蝶姐姐。黏泥巴，黏泥巴，黏。陈爱点，你是黄大炜的妆还没卸吗？不是，我是蝴蝶姐姐，因为蝴蝶姐姐肤色比较健康一点。好黑哦。真的啊。小小兵，我们要一起欢迎其他的那个你的同行们啊、哦，我们欢迎其他六位同行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接下来我觉得小小兵的选择会非常简单，就是他到底要坐在我们两个中间，还是要去坐在两个小美女的中间呢？你看看我，我这样的条件，你会不想要坐在我旁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客气，不要揍人。讲真的啦，你不用就是故意制造效果。你说我是谁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不是上次还上过我节目吗？先不要笑，我跟你讲真的。你不知道我是全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女主持人吗？我是白冰冰哎。S， 我跟你讲真的，小朋友很难抗拒去坐在那边吧？不一定啊，因为他喜欢的是蝴蝶啊。所以你不是蝴蝶，你是茄子。我觉得金发的那位可能他觉得特别迷人吧。很难分哎。是吗？你怎么看得出来？邱雨辰小朋友你好，在网络上模仿蔡依林舞蹈而大红的邱雨辰，才九岁的他跟蔡依林跳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叫他一声刘谦胖小子可是一点不为过呢。所以这一套是谁逼你穿的？跳舞的时候会穿啊。所以鞋子呢？鞋子啊，鞋子我在家都不会穿的。这里不是你家。我知道啊。好，今天有两个人来陪我们一起那个处理小孩子的场面哈，小蜜桃姐姐还有妈咪佩珍。你不要勉强留在大人的中间，你如果想去那边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过去坐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在哪边坐，可以跑来跑去，没关系。好，所以你喜欢阿宝今天的打扮吗？其实我看他都没有在这边换过衣服，因为他说他在家也换过衣服了，我就有点怪怪的。所以你想要看他换是不是？没有。所以那你刚才在抱怨什么啊？抱怨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他换的那个过程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为什么他不要来这边换，他要去厕所锁门换吗？就是像女明星已经化好妆来摄影棚，你就觉得说你干嘛不让你大家看你卸妆的模样是不是？是。可是那个茄子哥哥是可以给你看的哦。但他正是茄子哥哥，他可以在你面前换裙子。但是没有另外一条裙子啊，有我就换。没有要换啊，就直接脱掉这条。不是，你要不要玩猜猜看的游戏？茄子哥哥表演，然后让你猜猜那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弄一个给他猜。我猜不出来。加油！笨蛋。梦到哪里你都在。笨。怎么的吗？你好歹也模仿一个小朋友认识的人吧，因为我今天的妆比较黑一点。你猜他在模仿谁？有打到你吗？不知道。你模仿一个跟他有合作过的那个。好好。敢笑我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敢笑我？我不止敢笑你，我还敢跟你给我舞。你找认出来没？还是没。小公小兵，不好笑出来吗？他说不好笑。阿宝，给我舞。给我十，耶！阿宝是谁？蝴蝶姐姐。阿宝太知识化了。我看场景，我了解。对啊，他今天设定是这样，不要为难他。你们今天如果有谁猜得出来，他模仿的任何一个角色，就可以获得一支棒棒糖。哇！
所以等一下要努力的研究哦。还有吗？再让他们猜。其实这个会中哦，来加油。黏泥巴，黏泥巴，黏黏黏黏黏泥巴。薛佩姐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薛佩姐谁？蝴蝶姐姐。啊，答对了。棒棒糖，棒棒糖，骗你的。好，今天这几位来头很大的，其中邱于晨最近很受欢迎哦，就是佩珍有看到他的影片吧？有，他最近模仿蔡依林的那个，真的很受欢迎，而且你会看过还想再看。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模仿蔡依林的？四岁，那你现在几岁？九岁。你已经模仿了五年了。五年，所以你有换过别，你有换过其他人来模仿吗？有啊。谁？韩国的。哦，所以你很会唱歌吗？我只会对嘴。如果你自己的声音唱歌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随便唱一句，随便唱一句歌，我们听听看。我梦到哪里，你都在。我梦到。你就哼一句，我听听看你原来的声音。做自己的声音。这场戏，他的下巴会动哎，我可以看到，厉害哦！你下巴会动哎，你刚刚是有在这样？你为什么会这个？这个啊，你等于你四岁就会这样。他四岁的时候康熙才刚开始播哎，对，所以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默默的在耕耘。所以他模仿了五年，现在红也是应该的啊，真的耶。所以演艺事业好不容易开始有起色了。哎，所以前五年的时候都没有人把你的影片放到网络上面去。有啊。那没有像现在这么受欢迎，是不是？以前有啊。也有是不是？假发拿掉以后，走在马路上，别人也认得你哦。很少啦。所以你要穿这样上街吗？不可能。那你会平常人家如果认出你来，会叫你签名或者是拍照吗？会啊。你会答应？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跟路人拍照吗？会啊。OK。那你拍照有特定的 pose 或什么的吗？有啊。什么？那个你茄子过去跟他拍照。对啊，拍照。茄子。我们一起拍照嘛，站起来。拍照 pose 怎么拍？什么意思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再继续换，继续换。好厉害哦！你柔软度很好哈。你说你在马路上或动物园，有人跟你拍照，你都会摆这个 pose？ 不会。小小兵，你过去跟邱于晨拍照。我不会。你就说你就摆你正常，做你自己。来。Do yourself, OK？ 好像是我打赢摔跤了。对，你打赢摔跤。好，小小兵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边这几个女生？那个薛小姐，请你站起来看。她是薛佩姐。好，薛佩姐，她这种打扮是军警界吧？是不是？是女童军吗？这是童子军装吗？女警察。女警。赵璇，赵璇，请你站起来。这个是小公主吗？对。好。爱子也一起站好不好？好。第二个公主，你们是穿一样吗？一模一样吧？一模一样。你们两个是一个团吗？对对，我们叫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大小姐。他们叫大小姐哦。对。大小姐。所以我们一看到你就要说大小姐好。大小姐。不用，也就叫本名就好了。你们是真的姐妹吗？不是，是朋友。那你们有不和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回到家不会说我真的受不了爱子，烦死了。没有，没有这么夸张的字。你真的很邪恶哎！以后你不要把黑暗的事。因为我也曾经组过团体，你难免会对对方有一点抱怨的，这是很人之常情啊。可是你回到家，他也在你家，他在你家吗？没错，小宝贝。那你们去了日本吗？有去过日本。有去迪士尼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我们都在。六岁的时候去过日本，去干嘛？就去迪士尼乐园玩啊。干嘛突然间？这什么事？你们要牵手吗？谁在教你们要假装？谁教你要牵手？假装感情很好。没有。
突然牵手？因为上节目都要牵手，我们你们刚忘记了，对，是在营造出感情很好的样子，没有啦。我刚刚以为是赵璇一直打断爱子讲话，所以爱子要过去拉他。你少废话。所以你们现在几岁？我现在九岁，我现在七岁。哦，那你们六，你们去那个日本的时候是去工作？去就是早安少女组演唱会表演。还有去哪里表演？有去很多地方，我们有去内地表演。那到哪都很受欢迎吗？嗯，还好啦。冰豆，为什么刚才那段感觉很假？你真的对他说还好，假装有默契，其实根本就是在互相配合。真的有默契啊，而且都有像他七岁的弟弟。你们是不是有用手指在打暗号？没有啊。那你们谁是团长？没有分，没有分。两个人有分团长吗？没有。所以那个小好兵，你比较喜欢谁的打扮？阿宝的，还是爱子，还是赵璇，还是女警，还是那个金头发？我是觉得真的很难选。哦，真的。都好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是说真的是很难选啊。哦，很难选。我知道你只讲两遍。你是不想要讲任何答案伤到别人吗？哦，好贴心。对，因为没有选的人会觉得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但他真的很贴心，像他知道说，我知道他在康熙就是很喜欢蝴蝶姐姐，然后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说那你以前都说喜欢我，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啊，就是他都会就做得很好，这么周到，真的，所以他很成熟。所以大小姐，你们的心目中小蜜桃是天后吗？嗯，也有别的啊。哇，他有铺好退路哎，也是天后，好聪明哦！你们心目中真正的歌坛天后是谁？我最喜欢的男生是汪东城，还有汪东城，还有谁？还有女生是蔡依林姐姐。那赵璇，你心目中最喜欢的呢？我喜欢杨丞琳，而且我喜欢唱她的歌。是，那《飞轮海》里面你有？飞轮海哦，我喜欢炎亚纶哥哥，还有吴尊哥哥。两位请坐哈，欢迎大家。谢谢。歪世代小 A 上空袭，唱唱跳跳跟大人。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他们唱一句他们喜欢的国语歌？哦，他扛不了你的手，也少不了你的空荷包，别顾虑这么多。这里是。你们帮忙来。蔡依林，因为一般小孩可能就是会这样，可是他有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有拉吗？你有。张正雄，请你站起来好不好？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？CD。你的专辑吗？姐姐，是的，我的是姐姐。谢谢你们两个的专辑吗？对。哎，你们很有默契，把小好兵挡住。来我这边哈。你们也是团体耶。你们跟那个大小姐是不同路线的吗？对，我们是台语的，台语的，台语挂，台语挂的。那个张振雄的名字不是也很有气魄吗？静雄，静雄。小孩子的脸好像不适合叫张振雄吧？对啊，一定要行政院长才能够叫张振雄。你们两个人是合唱吗？等一下，对。 OK， 那你们独唱好不好听？唱都很好。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他们唱一句他们喜欢的国语歌就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张振雄，你随便哼一句你喜欢的国语歌曲。哦，他烫不了你的手，也少不了你的空荷包，别顾虑这么多。哦，他烫不了你的手，也少不了你的空荷包，不要回头。小倩，我有问题，就怎么有小孩选爱情酿的酒这个词啊？你 piano 放上台，你 piano 放上台，你为什么要唱老歌啊？好难
也选个周杰伦的歌吧，怎么会选爱情酿的酒？你有新歌吗？你的那个歌单里面。好 ，Sorry Sorry Sorry Sorry， 马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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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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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不适合这个，你不要为难了。好了好了，他比较适合爱情路线，走抒情路线，对你走抒情。好，那薛妹妹，你的国语歌唱一段哪首的？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和汗水过却不会忘，然后就忘记了。哦，你。三年三年不消失，海一直年以来，你空了空白，陪着麻雀爱。我不懂发生什么事，不是，可是他的歌声才合理啊。不是，他学这个歌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这个是谁的歌？叮当，叮当姐姐。那你学这个歌干嘛？都是唱给人家听的。哦，为了应付那个观众需求 ，OK。所以他们两个等一下会表演台语歌曲哦，哈，欢迎你们。对，我刚刚拍过一次广告。可是听说他一岁以前就已经开始演广告了。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拍广告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放你的广告。Sony 的广告，对，那个是几岁的时候拍的？一岁吧。一岁怎么可能会演戏？对啊，一个月的时候就拍了。那时候我拍就很像是三岁拍的。哦，等于说三岁才应该会演戏吗？对啊。所以你三岁的时候演的台词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就是我最上次我觉得那个讲座剧就是说妈妈我长大了，我好开心啊！因为我弟弟演我宝。就是演我小时候啊，所以那个是什么？你弟弟演你小时候，那你也长大以后吗？对啊，你也三十几岁吗？然后最后一段嘛就没了嘛，然后嘎嘎就骂什么导演那些的。那为什么你上节目不顺便带你弟弟一起来上？你有请过来。你是在等我们叫你进来吗？迷你兵，你也希望像哥哥一样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吗？对，他那时候拍什么《一代女皇》之后，他说都没有人喜欢我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说怎么可能没有人喜欢你呢？那时候我在路上都看到人家都说迷你兵嘞，就觉得怪怪的。像是一出兄弟之间彼此鼓励的戏。是啊。就是迷你兵觉得很沮丧，可是小小兵在鼓励他嘛。所以你弟弟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？嗯，没有也没关系，不用为难。所以迷你兵，你想要参加吗？那边有个椅子啊。你刚刚在看谁？还是你打他出去了？要不然你坐中间。因为你哥很想坐这里，迷你兵你自己选，你要坐这那个红椅子还是坐这边？自己选，我就知道他喜欢你谁呢。啊，小小兵对不起，被抓到了，弟弟把你椅子坐走，谢谢，没关系。所以 S 你最想要看的第一个表演是？我觉得先大小姐好了。真的吗？因为这是越冒险的放越后面。好，我们欢迎大小姐喽。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。
两个小公主在跳舞一样，从城堡里面跑出来的耶！阿姨好喜欢你们哦。谢谢。这样听歌也太累了吧，痛死我！而且都没有假音哎。啊？要什么？要怎样？就你要说哇！哦，我都哦，我好棒。为什么刚那个歌曲有一种令人怀念的感觉？有。就是姐妹的感觉，就像那个姐妹。我刚才都好想哭哎，你们不觉得这首歌很过时吗？不会啊，会。所以这个他们表演这歌应该是向娱乐圈的前辈致敬吧？对，小朋友的表大小姐在表演的时候，家长应该要一直在旁边叫好吗？对，应该怎么样？这是他的爸妈吗？还是一般家长？就是我们观看的大人应该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一直这搞这搞，哇，那这歌词这搞这搞这歌词就一直不停。所以你去邻居家里，如果邻居把小孩叫出来说他会唱歌哦，那他开始唱歌，你也要这样子。对，也是一直这样。因为我觉得他很大的鼓励跟信心。嗯，我听说张振雄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如果张振雄，关你要叫我叫他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可以叫他小熊或者什么熊？请问你应该怎么称呼比较好？小熊吗？嗯，就叫小熊。好，你有没有绰号？绰号熊哥，在同乐会是熊哥。你叫熊哥啊？熊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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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狗。刚刚大小姐的那个表演是学习一下，还是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他们本人的歌声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小孩子的表演都喜欢对嘴吗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有出过专辑。虽然平常应该也是会唱，是真的会唱，但一般的小孩是习惯对嘴啦。所以爱子，我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歌声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我就是帅宁，帅宁大小姐，快大声喊一遍。我就是帅宁，帅宁大小姐，加满元气冲上天。啦啦啦，宇宙无敌大小姐，再努力一万倍。啦啦啦，宇宙无敌大小姐。感觉世界好嗨嘿，很可爱，很厉害。我本来中间想多聊一点，然后就直接开始唱。他们跟表演就有偶尔会有那种团体，就是要对看，好像很有默契那样子，所以我很佩服教他们跳舞的老师。为了要让小 S 姐姐高兴，才跳这支舞吗？没有啊。所以这首歌，你们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哦？没有，没有。他们应该不知道是谁唱的吧？你们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？SOS。那他们是谁？大小S， 大小 S。那你知道大小 S 中间有一个是小 S 吗？嗯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得出来吗？那你们有看过那刚刚你们唱的那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吗？有。那你觉得我跟那个时候有差吗？有。那时候是长头发。对。那皮肤的紧绷度呢？没注意。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 ，S 姐姐，你现在好像比较有一点点老的感觉？不会，不会，还是很年轻。哇，好久了，而且我觉得小 S 姐姐身材很好，我长得要像她一样。你一定会比我漂亮的。假笑，中风吗？漂亮吗？漂亮。跟我比的话，很难选到漂亮。那蔡依林跟我呢？蔡依林要问爱子哦。蔡依林跟我。爱子没有关系。队长，你心里真正的声音，你觉得我跟蔡依林谁比较漂亮？一定要选一个的话。小 S 姐姐。徐静蕾，我要报警了。小朋友就是最真实的，最过分的，怎么可以逼小孩做这种选择？小孩子秀才艺，康永兄弟看傻眼。今天也要表演吗？有。曾经把鞋子踢到台下去吗？有，我有，在内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有人要握手嘛，然后有人踩到我的鞋子，然后就变成我的鞋子变成这样子，松掉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又不能用手去用，不然会
很久，然后上台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就表演，然后我说完蛋完蛋快掉了，然后要表演完，对，然后要下台的时候，然后要跑回去嘛，然后鞋子掉在一半，然后我就傻笑，然后赶快跑过去捡，然后就跟接线人说，刚刚他的鞋子掉，真的、啊。每次接都很好笑哎，刚刚还说就是这位姐姐。阿宝，你今天有要表演吗？有，是唱现场吗？对。你昨天晚上有很担心这个表演吗？不会。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加油！可不可以看你表演？小孩子的表演吧，真的，因为他表演的就是很小朋友会跳的歌跟舞。但是阿宝，你的嗓音其实还蛮低沉的，嗯。所以阿宝，你平常喜欢唱歌跳舞吗？喜欢。那你最喜欢的歌星是？庙会。庙会。对。你是说歌？很多戏骨咚咚咚咚锵。是这个吗？是吗？对啊。你喜欢这首歌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在家里有时候会唱。唱庙会啊！如果过年的时候，我就会唱很多次。而且阿宝好像会唱台语歌，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对的。OK。我来你们班爱龟娃。什么东西？他唱过爱龟娃。原来你没有爱过我。对，好像有听他唱过。很悲伤。你的歌的幅度怎么那么大呀、啊？我从以前之后，我先唱儿童歌。如果现在之后。那以前是阿妈的歌都，结果我爸爸长大就会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懂那种心情的。所以那个，你觉得你弟弟，你觉得你弟弟迷你冰的什么表演最强？看他，随便他是不是？你要表演吗？今天？不要，那你就下去就这样。不用啊，没关系，你要坐这边啊。难得难得看节目啊。你心里是不是很崇拜哥哥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你没有觉得他很厉害吗？有一点啊。有一点啊。OK。大骗子。他已经说有一点了。有一点已经算得上对了。心里你是不是已经很会跟小孩打交道了？我还蛮会的耶，所以当他们说一些互相斗气的话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你就说好了啦，不要这样相亲相爱，然后赶快喝一杯酒。佩金要一直给大道理吗？没有用吧？没有用哎，可是当我因为我的小孩现在还是 baby， 所以还没有那个感觉。但是你再大一点，你看他们在抢玩具的时候，真的会慌。所以你的方法是会用娃娃音跟他们讲话吗？对，就尽量用娃娃音。因为娃娃音比较能引起他们的兴趣，所以你是娃娃音又多了吗？你今天声音也好哑哦。怎么感觉？因为一直这样，你知道，一直用娃娃音讲话真的很累耶。小朋友真的表演得好棒哦。刮到最后喉咙都刮破了，你声音好可怜。台湾其实一直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小朋友唱台语的情歌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所以这两位的表演应该是属于这个传统范围里面。对，所以熊哥，你是几岁开始唱歌的？4岁。OK， 那你一开始就是唱台语歌吗？嗯，先唱日语歌。真的假的？日语你还记得一点点吗？嗯，可以哼一段给我们听吗？あの子どこにいるのやら星空の続くあの街あたりが
为什么会抖音？谁教你的那个？老师教的。所以你已经无法用孩童的声音唱儿歌了吗？你可以像刚刚阿宝这样唱听哦吗？听哦哦，贝乐呵，阿公阿爷地头贝古哦，古啦古，古啦古，古呀几嘞山。可以被点播。郑雄，郑雄，我要听你用那个演歌的方式唱听听哦哦。听哦，我阿弟头白骨哦，超龄类小胖弟惊艳全场。秋雨辰，你有办法就是讲，就是用那种很拽的方法走一下，我看你。那我们要不要看他们两位表演？ Okay, 好，欢迎两位。板扣要穿警察制服，这哪是演一个母亲把小孩卖成十万块吗？就要十万块才能赎身，他才能恢复自由。所以熊狗演的是妈妈，他演的是妈妈桑，然后他是小姐，他想要自由。没看到熊狗还要假装捏他哎。首先从一开始呢，我就不是很了解那个熊哥在那边这样，就这个原地打拍，这个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应该要是这样吗？这样子，你们不是应该要这样吗？但是慢歌不能这样啊。对了，所以熊狗，你示范一下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在干嘛，好不好？嗯，比较悲伤一点，这样吗？所以不能太有这种 pose， 是不是？那脸上应该是什么表情？也不能笑，对不对？可是会不小心笑出来。会不小心笑，因为这首歌太好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在旁边很好笑。你们才好笑。那薛佩姐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你手有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比姿势啊。是你本来就想这样，还是说是硬弄的？要比姿势啊，例如说小时候就要这样、啊。小时候，啊、天生。小时候、哦、那你们刚才演那个对手戏的时候，是有一点开心的吗？
一开始要很开心，因为他要恢复自由了。啊，最后他没有办法恢复自由，他就很难过。有转折。嗯。薛佩姐，听说你喜欢看韩剧啊？对。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出连续剧？《妻子的诱惑》。那是我婆婆在看的耶。那个是在讲婆媳之间，不是吗？你看得懂？你看得懂戏里面在演什么吗？看得懂。所以你也懂那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吗？对。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坏婆婆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坏婆婆会怎么样？她就会就是一直她嫁进来之后，她会一直叫她做东做西的，叫她做家事啊，叫她煮饭啊，叫她这样子。那万一以后你婆婆一直叫你做家事，你会怎么样？就跟我先生离婚。不要乱看那些韩剧啊！也不用太激烈。是妈妈看你才跟着看，还是说你发？是妈妈的朋友小鹿阿姨。不用把名字抖出来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没说。你是没说啊？本来就没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赤脚的这位喽。好，邱于晨，我们欢迎你上台。耍剑的那种步子出来啊！所以你这样很 man 哎，好 man 哦！我说你这样是 man 的，真的，是啊。所以你怎么会发现你很适合走这条路的？就是我一直觉得蔡依林很好啊，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跳舞。OK， 我们有那个他蔡依林的影片放给你看哦。好，我们一起看。那种很
有很拽的那个走路的方法，他有那种黑人女生的感觉，他还会这样弄那个。对，他为什么会走那个步子、啊？你很有态度哎，有吗？有。你怎么可以弄出那种感觉？那不简单。我觉得不是。不是舞步的准确，是他那个神态有没有？对他走路那个耍女流氓的那个样子啊！那个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学的。而且邱雨辰，你有办法就是不要管舞步，只是走像模特儿走台步这样，就是用那种很拽的方法走一下，我看看吗？嗯、你看他的眼神。的诀窍是在哪里？就他是甩肩吗，还是什么？他是有一种你知道，有一种就老娘最拽，对，就是老娘的感觉。对啊，而且他跳一个舞，你知道很那个很难哎，因为蔡依林跳舞，他会，你知道他对对对，那个你也有那个哎，因为一般小孩可能就是会这样，可是他有这个，你有没有看？有这个拉，你怎么会拉？你胸部怎么会拉？对，有吗？有拉吗？你有，你再跳一次那个动作，你知道蔡依林的。不是这个，你刚才突然有大叔的感觉。是，我觉得你戴上你今天表演这个更能够显示你的气势哎。所以爸爸现在有喜欢你跳这些舞了吗？以前不会，因为他以前都觉得我很跳舞这个跳舞的时候太像女生是不是？很娘。所以我每次要跳舞的时候，我都会跑到大姐房间跳。露营，然后锁门，所以爸爸现在都还不能接受你跳这个舞、啊。现在可以了。小蜜桃，这今天小朋友的表现好像是三教九流都有哎，就是大家的风格很不同嘛。因为像于晨他就是很超龄的表演的演出，就是会让大人也觉得很专业这样子。那可是像阿宝就是非常小孩子很可爱的那样子。那因为他们有些是受过训练出过专辑的，所以就是都不一样。所以熊果，你们是打算要一直走唱歌这条路，对不对？嗯，看以后的发展。你们是要那个，你们是要独霸台语市场，是不是？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薛佩姐，你是已经有叫做小江蕙了吗？嗯。所以江蕙任何一首歌你都会唱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哼一句最像江蕙的，我们听听看。嗯。你那边有好事多，不免等雨影。世间有阿有小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你们今天孩子太怪了，你们这些孩子，他们已经准备好等待人生的打击，我知道。很早来到这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所以 S， 你的小朋友将来要走哪一条路线？我希望我女儿可以每一个小朋友都吸取到一点哎，你真把累死啊！今天很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精彩的表演啊，谢谢小小兵朋友们，谢谢。